这次我是要从台中搭游览车上去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台中的部门，所以说要从台中搭游览车去南港展览馆。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吃这种要吃饭的尾牙，以前的尾牙都是圆游会，我们就看一下吃饭的尾牙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我们出发了，现在就是要搭这个游览车，现在时间大概是2:30左右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就是快5点前应该会到，今天是5点前，好吧 ，Go Go。哦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南港展览馆，可以让游览车进去，不用吹风也不用淋雨，没错。历经几个小时啊，2:30出发的，现在5:30，三个小时，终于到了。等一下就应该就等一下就直接吃饭，好像是6点开始。下车，那个桌子有一个很干净的痕迹。啊，因为感觉比较好。这边的。我们终于是到了。差不多。我们要靠识别证进去。J 在那边。唯一跟之前红海不一样的是，这边是要靠识别证进去，以前红海是用手机 APP， 这里真识别证哦。第一次吃饭尾牙，对啊，里面到底会长怎样？其实我也是很好奇。接下来就是要凭员工证进去了。这个走道都可以玩，可以玩哦。这边证，谢谢。那个反光幕的展示。刷卡进。请先帮我准备好识别证哦。谢谢，拍个照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跟着他走。哎，我们进会场了。哦。其实差不多啦，可是真的很特别的是，这里真的就是都是摆吃饭的，到处都是吃饭的桌子，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。然后最后今天最大奖是一台特斯拉，希望我能抽到。这里是这个合作最大的体验，最大的。来，叫什么名字啦？你就打邓梦。这有梦吗？梦子的梦，梦子的梦。哦。紫米梦。那你打算要？这个。你打算靠这个吃饭的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兴趣。是你老婆？哇，你有去这里哦？有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对，在前面有，对，漂亮。它那里蛮不错的，那一条要走。对，你有去吗？你有去？我有经过。哦。但我没有进去里面。啊，没进去。对啊，那时候时间比较赶，不然下次才要进去的。里面很棒，真的，真的可以上去。你去度蜜月啊？对，我去度蜜月。延迟2年的蜜月，真的。接了之后欠人家的该玩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可以出去，真的。11月的时候去的。去年11月啊。对。难怪那时候没看到你。对啊。好，加油。吃饭。好，吃饭。这一张摸彩券呢，听说是可以抽特斯拉跟现场的现金奖，希望今天可以中。
特斯拉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的这位，我知道每次他上来之后也是犹如巨星登场一般的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董事长童先生。各位嘉宾啊，大家好。今天和硕尾牙，我觉得很好的点是它的摸彩箱是一个球，然后大家的券是在放在里面，我觉得感觉起来会比较公平。今天也还被加码了16800，就原本的那个安慰奖的部分，今天变成16800，很爽。好，那今天和硕尾牙开箱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